即马西瓜特别大出啦，不过伫个花莲局里，就有农民指出，收西瓜搬上熊熊价格少减一半，农民就烦恼赚无够因的成本。针对这件代志，农业部表示会阁加强辅导，确保农民的权益。嘛有立委提案要修正农产品市场交易法，针对散布假消息去影响到农产品的饲草的人，相当要提悬罚到1000万。西瓜开始收成，最近受花莲玉里农民表示，原本甲番仔讲好介绍，结果收西瓜了后，番仔稍讲品质无好，介绍台对半，对农民定向口头承诺甲番仔讲介绍，然后不表示这食无保障，将对客族会阁进行辅导。是属于个案啊，针对后端的这些市场通路哦，协助他哦，能够顺利的销往我们的西部。地动了后，华联农产品必须要西路送到西部，成本增加。农业部除了启动运费补贴，也鼓励消费者多支持。离特定通路买满500送100。下在立法院有立委提案修正农产品市场交易法，对故意传播无实在信息来影响交易绩效，要来提悬罚款。我们是希望从60000元以上、300000元以下提高到60000元以上。好，1000万元以下。本部在这边也表达他的支持，但是对于最高的罚锾的部分，哈，还是请考量到各种法律之间的最高罚锾的一个衡明性。不过，农业部承认过去影响农产品交易价格的消息唔捌发过，因为要抓到源头真困难。你如果一样查不到的话，你一样罚不下去啊。对，当你有这样子的一个谣言一开始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当下就要去追查，而不是等到这个谣言扩散了以后。另外，针对农产品交易垄断、操纵价效来赚不同利益等行为，立委嘛提案要甲相关的罚款提悬到3000万，农业部嘛表示支持。记者林俊明、陈昌辉台北报道。